她不是我的女朋友。她不是就不是女朋友？U 盘放在桌子上就可以了，谢谢。等等，我看到你的策划案了。你进公司这么久，做策划案一点都没有长进。策划案就是要说产品的优点，但你5372个字里面有3200个字都是在说产品的缺陷，3处排版是错的，16个标点也是错的，27处语句不通。那你还看那么仔细？我身为老板，纠正我的员工很正常。是，那您慢慢看哦。小七，哎，小七，你听我说，哎，保持距离。你现在是有女朋友的人了。什么女朋友？你那个什么陈梦飞啊，你要让他看到我跟你爱在一起，又得来找我麻烦。我惹不起，我躲，我躲行了吗？嗯。我跟他只是工作的关系，他不是我的女朋友。他不是就不是女朋友？没骗我。在一起这么久，也只有你骗过我。我骗过你吗？好像也。我先工作。今天怎么不画画？想好画什么了吗？放心吧，我早就准备好了。今天我就是来搜集素材。哦，嘿，嗯，素材。谈恋爱呢？是啊，你说这机器人，它不就是一堆计算编程吗？它有感情，它能多有感情啊？对啊，没意思。等一下，其实高级的机器人是有情绪思维的，跟正常人没有什么差别。是吗？不管程序多么高级，但它终究没有人类的心脏吧？只要不是用心在谈恋爱，那不就是骗人的吗？对啊，没意思，走。其实我觉得，如果能跟机器人谈恋爱，还挺酷的。真的？嗯。